郑俊宏被爆疑似一脚踏两船之后，连带同佢拍拖嘅何雁诗都形象插水。之后仲爆出何雁诗以患情绪病为由辞演跨世代，仲传出戒手传闻，同时又传俾大台掟入雪柜。佢今年喺大台的确少咗好多工作，都未上天开同埋试图行者二两套剧上。但系比起男友郑俊宏，叫做仲有得唱剧集主题曲，已经好好多噶啦。不过面对逆境，更加要积极做人。何雁诗就靠自己嘅社交平台多啲曝光，不时将自己做运动夹 band 唱 live 嘅片放上网，人气都叫做仲 keep 得住噶。苹果优惠，开蓝牙定位附近惊喜优惠，随即到手。